有没有后悔之前那样对我？你刚才说喜欢我，是不是真的？嗯，只恋你聆听，命若浮萍，愿从此爱你。韩书现在为了芊芊改变工程计划，放弃两城争端，难道他对芊芊是真心的？他愿望都和你有关，梦想悲欢，还合理吗？不合理了。承诺余生未满，可否相结伴？